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左军，我是软妹，我们是臭妹妹组合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偷偷溜进软妹房间里的时候，看见她在看《海绵宝宝》啊。是的，从小就爱看。正好是看到这个 P 老板啊，他在 P 老板哦，对 ，P 老板啊，偷那个蟹黄堡的这个秘方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蟹黄堡我也是从小看到大，一直想吃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来做一下这个蟹黄堡啊。啊，没秘方你怎么做呀？哎呦，网上一搜不就有了吗？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？还有秘方？不会真有人以为有什么秘方吧？不会真有人想去偷吧？确实。OK，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有点多啊，我们来介绍一下。汉堡肯定有肉饼的啊，买了一点肉末啊，番茄啊，西红柿，对，tomato 是吧？姚明打球的时候，每次上篮 tomato， 人家说你每次上篮喊番茄干什么？他说他妈的就上劲儿了。然后还有洋葱啊，汉堡面包啊，这个是网上买的。还送纸。我们又可以开店了啊！如果混得不好，就卖汉堡包，臭妹妹汉堡包。哦呦，这个俄式酸黄瓜，热血。然后这个做汉堡嘛，讲究一点啊，芝士片啊，鸡细片 ，cheese。还有一个啊，它好像是它配方里面没有的啊。对，它是我们自己加的。蟹黄堡嘛，肯定要有蟹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秃黄油啊，蟹老板的头油是吧？哎，对，蟹老板炸的油嘛。OK， 我们先把肉饼做一下啊，肉，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洋葱，加点盐，倒点酱油，我来倒。生抽，对，可以料酒，你可以加点料酒啊，打入一个鸡蛋啊，然后再倒入玉米淀粉，先倒点淀粉啊，倒点淀粉。我们先蟹黄先别加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先搞一下。为什么别加？我怕做坏了，蟹黄太贵了吧？啊，对，是一个按照一个方向就上劲儿啊，上劲儿，火上劲儿这词地道啊！哇，好香啊！闻一闻，哇，那就一整瓶呗。啊，这，嗯，啊，算了，加了一整瓶，一整瓶就一整瓶。这还有点没刮干净，等我再舔好吧？啊，等我再舔。OK， 感觉有点湿啊，湿了干什么？加水，再加点面。加水。不是，试了错了，试了再加点面粉好吧，再加点那个淀粉。哦，硬了，好，别，找呗，上劲儿，好香啊！我天哪，真的、哦、好香啊！直接搞饼是吧？啊，对，这看行不行？对，你放，能放吗？能放。哦，好放哦。你看这么大压力，尽量搞圆一点，大就完事儿了。对，哎，这第二个呀，谁不喜欢大的呀？好的，好的，来。这太大了，你看我们这两个又大又的肉饼，像不像两个硬币啊？应该找海绵宝宝来，他会做这个。确实，硬了。他已经是个饼了是吧？我有感觉了。硬了就翻面吗？哎，可以。走了。哎，等不及了，先喝一点。先喝一点，先进入正题是吧？先进入正题。OK， 然后我们开始贴这个片子啊。芝士片，哎，开始进行我们的组装环节啊。那芝士还没怎么化啊，芝士有点化了。耻骨不化嘛，它都放上去是吧？对，都放上去。OK， 然后加上我们的配菜啊，番茄，番茄啊，嗯 ，tomato 啊 ，tomato，tomato， 放一下，哎，啊这，我们这个料太足了啊，可能放不下。洋葱圈，生洋葱嘛。然后再放着我们的这个酸黄瓜啊，不能用酸萝卜，为什么？因为酸萝卜 bitch 好吧，酸萝卜 bitch 好吧，放点酱啊，放哪个？压上啊，哇，这个就是传说的蟹黄堡，哇、哦、的天哪，我们的原材料零零碎碎的，差不多有200块钱啊，啊、嗯，就做了这四个，基于我们的技术不怎么过关呢，啊、嗯。也就不算我们人工费了啊，嗯、一个卖50块钱，好吧？有人愿意买吗？愿意买的啊，把想买打到公屏上，好吧？哦，对，加一下，这样，我这不就方便吃了吗？哥，哎，哦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哦，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不愧是便利店上过班的，干杯！为了小汉堡，好吧？没想到吧，谢老板，你的秘方藏得再好，我们也能做出来。你才是动画片看多了吧？啊，这。来试一下，地方，下巴，我把下巴脱臼了，慢慢来，慢慢压一压。哦，从配菜
造汉堡，完完全全是肯德基的味儿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精髓在精髓在这个肉饼、猪肉、蟹黄，这个造价就不得了啊！你看这个逼他妈今天吃的比我都快啊，就知道这个真好吃啊！就单这个肉饼就爽，对，爽，很爽。我还要，还要，来来来，这是我这辈子啊吃过最好吃的汉堡啊！那我明天认认真真做一个，肯定比这个更好吃。你是想要我明天死是吧？如果有肯德基、麦当劳的这个高管啊，看到我们这个视频，不允许你们做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汉堡啊，我马上就去申请版权，把它拿下，好吧？这个真的是太棒了，我都忍不住想开个品牌，以后就叫臭妹妹汉堡，好吧？好的，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卖不出去？嗯，哇，咬出一口蟹黄的感觉，我的天哪！哎。服务员结账，谢谢您一共消费50美金。不吃了，我吐回来。哎呦，好的啊！一开始我还担心肉饼是不是有点多了，怕吃不掉，吃了才发现根本不够啊！还想再来一个啊！确实有比基尼海滩的味道，有比基尼的味道，味道是真不错呀、啊，是真不错、啊，是真地道、啊，真地道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结束了啊！喜欢我们的话一定要点赞，点赞三连。对的，祝大家生日快乐啊！是，给我拜个早年，拜个早年，再见，再见。